女星红毯花式招牌动作，鞠婧祎歪头杀杨紫招财手，杨幂走哪儿无哪儿惹争议。鞠婧祎调皮可爱的性格，招牌动作歪头杀，身穿黑色蕾丝礼服，露着甜蜜的微笑，在配合官方拍照做动作时秒变奥特曼。网友说：“你这是能消灭哪个怪兽啊？”关晓彤身穿抹胸公主裙，大波浪的发饰，简单的珠宝首饰，双手提起裙摆向红毯走来，就像从童话里走出的公主一样。在面对官方拍照时，她的动作永远是头在动，左看右看。网友说：“你的脖子有问题吗？”杨紫红毯上永远大气优雅，招牌动作永远是淑女手挥手微笑，给你的感觉是这么的温柔可亲。金晨身穿一身大红色抹肩高度开叉的鱼尾裙，这气质绝对女王十足，这大长腿简直逆天了。杨幂身材太好也是烦恼，出席红毯时也是时刻好护着自己，一点都不能放松。红毯上那是走哪儿无哪儿，这也成了她的招牌动作。谁才是你们心中的女神？